我今天晚上你们嗨吗？想不想再嗨？跟我一起来唱全世界最嗨的歌，生日快乐歌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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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 生日快乐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黄子韬，我们爱你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太谢了。来，对着蛋糕，许一个你美好的心愿。 你现在有什么想对你的家人或者对你的现在的家人，还有对你的兄弟说什么吗？什么感受？你说一下，现在。其实，可能长那么大，就没怎么好好过过生日，这是真的。因为就感觉，其实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生日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。因为，但是今天呢，真的。 因为我感受到这种感觉，然后，反正，谢谢所有支持我的人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虽然我话不多，但是，我还是用我的行动来证明给大家看，真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，也一定不会让，我会让任何人失望。兄弟，我还有个礼物呢。对，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是哥哥送给你的啊，是一个奖杯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奖杯呢，到时候你自己去完成。我希望你能成为中国的。 全能巨星，所有星都算在这里边了啊！好，涛啊，加油！谢谢你，我们会一直支持你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全能巨星，你走到前边，我上哪？对，你上那边。没切蛋糕呢？啊，没切蛋糕呢？你切啊？我忘了，忘了。 怎么切？怎么切？怎么切都行，这么切吧。好，要倒数吗？倒数来，倒数三个数啊，来，一，二，一。 没切我蛋糕，我真的是。好了吧。我跟你们说，今23岁的生日。 真的是我这一生一定是最难忘的一天，真的。所以，我一定会到最高峰的，等我。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，相信我，这是我唯一能够为你们做的东西。加油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然后，谢谢杨哥。好的，兄弟，继续加油啊！
你会，我会继续骚扰你的。好的，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了啊。我先撤，回酒店等你啊。你先撤还是我先撤？我哦，一会儿聊啊。好，拜拜。掌声欢送我来。拜拜。还有一首歌。